是杀生的恶业。每个人对这个世界都要有责任，佛教讲缘起法都有关系，所以希望各位最近多吃素，不要吃肉，多念佛，以慈悲心去做各种的修行，多放生，多施食超度，来回向整个世界，这个才是慈悲的责任。阿弥陀佛，慈悲仁爱能成就一切善行德业，戒杀吃素能化解世间刀兵瘠疫。中华护生协会慈悲的道路与您一同前行。护持账号42138483，42138483，户名中华护生协会。生命电视，让佛法环绕全世界。接下来请收看智慧菩提。如果我们想染一块布，就先得把它洗干净。不过多数人不那么做，看也不看，就把它放进染料。那块布如果不干净，染得更难看。想一想，染一块又脏又旧的破布能好看吗？看着自己的行为、言语、思想，看自己的操性是否有错。人们就是这样，你必须仔细看，只要看着你自己。既然有这么多的人在找功德，那就得学习找怎样戒恶。不过，没有多少人对这事有兴趣。佛陀的教导很简要，只有三句话：诸恶莫作，那是诸佛的教导，这就是佛教的核心。人们却不停地跳过它。他们不要这一句，离弃一切恶行，大大小小，深夜、雨夜、异夜，这就是诸佛的教导。
弃恶修善，这是佛教的核心。诸恶莫作，不犯任何错事，无论借着身语或者意。那是正善修行，是诸佛的教戒。现在我们的这块布就干净了。接下来是行善巧事，众善奉行，使心有善德善巧。如果心有善德善巧，我们不需要到处找功德了。即使坐在家里也可以修功德。但是多数人只会到处去找功德，却不放弃作恶，回到家里两手空空，又恢复一脸嗔恼的老样子。这样的心念，人们不注意，这离功德还远着呢。这些事我们也许懂，但如果不是自己心里懂，就不是真正懂。如果我们的心善良，有德，它就有喜乐，我们的心就带着一股微笑。可我们多数人难得找到时间笑，不是吗？我们只能在事情顺心时才笑。多数人的快乐有赖于事情顺从自己的喜好，必须得世界上所有人都只说好听的。你是这样寻找快乐的吗？要世上人人只讲好听的，可能吗？如果是这样，你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快乐？
我们必须用正确的方法找到快乐，无论它是什么，无论对错，不要盲目的执取它，只注意它，接着把它放下。当心自在时，你就会笑了。对什么事一起反感，心马上败坏，接着烦恼随即而起。自净其心，清除了杂染的心，无忧无虑，宁静，仁慈，具德。当心明亮，以气绝恶行时，就常保有自在。人的修正成就，真正概要的说，就是达到心的宁静与和平。佛教的功德是弃绝恶行，当我们戒恶时，就不再继续错了。没有苦时，就有平静。平静的心是清洁的心，无嗔清明。要怎样使心清明？透过了解它，比方说，也许你想，今天我心情真差，看什么都厌烦，包括柜子里的盘子。也许你想把它们每个都给砸了，看什么都糟。鸡、鸭、猫、狗，你都厌烦，任何人说什么都令你生气。即使看你自己的心，你也不满意。这个苦从哪里来？这种情形下，就叫做无功德。如果你行了功德、善德，要把它保存在你的心里，那是最好的储存地方。或许你今天做的功德是好的，但不是最好的。把你自己的心造得好，这是最好的方式。这样你无论来这里，还是留在家里，都会找到善德。
在你的心里找到这个殊胜外在的东西，比如这个大厅，就好比树皮，它们不是树的心木。法句经功德回向颂文，临难遇有为福，少遇知足为福，命中积德为福，离一切苦为福。在世间，孝敬母亲为福，孝敬父亲亦为福。在世间，敬奉沙门为福，敬奉婆罗门亦为福。持戒到老为福，确立信心为福，正得明辨为福，诸恶不作为福。可敬之业塑形，自欲其心必恶，反行功德业时，心于恶中耽乐。他于此世欢喜，他于来世欢喜，行功德者于两处皆有欢喜，自建业行清净，他欢喜快意。他于此世愉悦，他于来世愉悦，行功德者于两处皆有愉悦。亦即我造了善业，他为之愉悦，重生于善趣后，他愉悦越多。
愿一切众生生活幸福，常离敌怨。愿一切众生分享我善行的福果。如何分析上师的资格？教导小乘者，必要资格是戒、定、慧三增上学的成就。要教大乘，上师需要的资格更多。弥勒菩萨在《大乘庄严经论》中提到十种功德。大乘共同到上师的德相，应该具足以下十种功德：施事调伏尽尽尽，德增续情交富饶，善达实性奇巧说，悲悯离厌应依止。其中，调伏是指以戒律调伏身心相续；净是指以三摩地熄灭散乱；净尽是指以智慧彻底消灭我执。不分大小，不分种类，慈悲救护生命，传达爱以及对生命的关怀。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。我们学佛就是从慈悲而找到了生命，从慈悲就断除烦恼。所以中华护生协会到处在解救生命放生，但是有很多生命没有办法被放生，你要救他。牛、流浪狗、狗，甚至的一些大型的不能被野放的动物，所以生命电视台需要有更多人提供土地、提供人力、提供财力来保护这些可怜的动物，因为他们对我们都有恩的，都是我们的父母，所以愿大家一起来成立护生园区，也加入护生园区保护动物的工作，来成为义工，来成为职工，以一个佛教徒慈悲的心来做这个圆满重要的工作。阿弥陀佛。护持账号：
4213-8483 4213-8483，户名中华护生协会。贤节千佛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十万倍。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举办八关斋戒礼拜三昧水忏暨慈悲施食法会，恭请湛山法师主法，日期6月20日星期日上午8点半开始，地点云林观音讲堂，云林县虎尾镇新南里竹围60-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，电话05-633-156505-633-1565，敬请与慧菩萨做好防护措施，并保持社交距离。上午8点，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。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举办梁皇宝忏暨余伽焰口法会，恭请慈悲法师团共同主法，日期9月19日星期日上午9点开始，地点云林观音讲堂。云林县虎尾镇新南里竹围60-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，电话05-633-156505-633-1565，敬请与慧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。上午8点半，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。护生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Thank you.